那个151的这个截取刮胡自串这个范例题啊，那记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范例档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哦，你把它打开，那开头是151啊，那为什么151？实际上我是把那个之前有跟各位介绍一本参考用书啊，就是什么468招有没有？它其中的151个范例，那我觉得这个范例还不错，我就把它截录出来，当成我们上课的一个范例题。那这一题啊，里面各位可以看到，如果我希望呢，各位可以看到 A 栏跟 B 栏。A 栏的话呢，它一定会可能有一个人的名字，后面有刮胡，但是也有没有刮胡的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快速提取这些资料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大概有一个已经做好的公式啊。如果已经做好的公式，请你把它 delete 掉。哎，如果说你今天呢要把这一件事情完成的话，当然可能未来你不止一个工作表，或者是不止这10列啦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资料。那你希望快速做完这一些事情的话，当然最笨的方法一定土法炼钢嘛。土法炼钢就怎么样？这个没有，那就跳过；这个有，那是不是就把这个 Ctrl C、Ctrl V 嘛？那你要做几次呢？当然你资料少还 OK，可是如果你资料量多的时候呢，哈，那你一定会浪费很多时间在重复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啊，这地方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？啊，当然最好的方式哦，最快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VBA 啦。VBA 当然你可以建一个什么一个按钮，按下之后呢，自动全部完成，当然最好。OK，那如果或者是说呢，哈，有没有一个自定函数啦？像等一下会讲哦，方法很多啦，哈。那比如说还有什么自定函数，最好是插入函数里面呢。这边有个我们制定好的一个刮胡，假设这个是叫刮胡自串函数，好，那我就给他资料，他会给我什么呢？给我有没有刮胡里面的东西？哎，那不过哦，这个刮胡自串函数是我们制定出来的哦。那这个是用 VBA 写的，上个礼拜有讲过嘛？还有印象吗？或者是说呢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已经写好的哈，就是说你可以用那个插入一个按钮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把 VBA 写好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有个刮胡自串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程序。那这个程序我也可以怎么样呢？把它加成一个按钮。不过前提是你已经写好了。那至于怎么写，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。你做好之后按下它，有没有？哎，全部都做完了，也就是未来哈，你有多少个按下去，全部都完成。那当然呢，在我们前面入门的课程里面哈，也许就是单一个工作表，可是你的工作需求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工作表，可不可能同时全部把它完成呢？其实当然可能啦。OK，你要几个工作表，反正呢全部都可以一次性的帮你完成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大大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。哦，不过哈，我们按部就班来看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还没讲 VBA 之前，请各位先开启这个，先想想看哈。当然不是土法炼钢。如果不用土法炼钢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？我这边指的是什么？利用插入函数里面有没有关于什么呢？这个部分应该是跟文字比较有关系的。哎，那你想说有没有什么文字函数哈？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效果？第一个哈，哎，我需要怎么样呢？我需要这个函数，就是说我需要知道前面刮胡的位置。第二个，我需要知道后面刮胡的位置，然后再用什么呢？上个礼拜讲过，有一个叫 MID 的函数，有没有？哦，MID 函数怎么样？那 MID 函数哈，哎，这很难写哈。MID 函数呢，刮胡之后呢，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你的资料在哪里？哪个储存格对不对？哈，哪个字串嘛？逗点。第二个就是你从哪一个字开始，其实就是这个位置嘛，对不对？哈，那这个位置是刮胡，可是要你要把它加一啦，因为我要后面那个字开始，不是刮胡哦。再来就是再抓后面的，啊，意思就是说哈，第三个参数是，我要抓几个字，抓几个字的话，啊，当然哈，如果说你是刚好这些刮胡都在后面的话哈，其实你就刚好什么，后面全部减一就好了啦。哦，那你要怎么样知道后面？那你要不就是找到后刮胡的位置，找到后刮胡的位置，减掉前刮胡的位置，可是会多一啦，你可能要再把多的那个再减掉，那就会刚好切到你要的这一串，就可以把它放到这边来了。OK，所以哈，这边的话，我刚刚讲的需求啊，第一个文字函数里面有哪一些啦？刚刚第一个 MID 函数是必要的，第二个函数找刮胡找哦，哎，那找你想说。函数里面有没有什么找、寻找的函数哈？那其实顾名思义嘛，找，哎，find 有没有？
这边就有个 find 吗？啊 ，find 就可以了。OK， 那 find 要怎么用？好，另外其实 find 之外，其实各位可以往下找，还有一个叫 search。哎 ，find 跟 search 有什么差别？想说不是都一样吗？其实哈，在这里最大的差异啊，在底下的说明它已经会告诉你了。你会发现呢，search 哈，刮胡里面大小写视为相同。那如果 find 的话呢，哈，它会有个说明一样哦，有没有 find 大小写有没有区分大小写啦？其实就是大小写不同，所以 find 跟 search 最大的不一样怎么样？就是有没有区分大小写。如果说你有区分大小写的话，那你用 find。可是如果说你不区分大小写哈，反正你就用 search 就可以了哈。OK， 所以哈，我们的需求大概就是先切前刮胡的位置，再切后刮胡的位置。再怎么样呢？再利用 meet 函数呢，把要的东西切出来，啊，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，哎，答案就完成了。OK，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哈，快一点的做完？做完的结果哈，其实就是我看刚刚我好像有把它删掉，其实就是这一串呐、啊，有没有发现？有 meet， 有 find， 不过还多一个 isL。那为什么 isL 呢？哈，因为找不到的话会发生错误。因为 find 它找不到不会告诉你找不到，它会给你一个 error message， 就是仅开头的，好 ，OK， 所以你要把那个错误讯息删掉，会多一个 isL。好，那请各位啦，先不要看这个结果啦，因为你看这个结果你会被它误导，不是误导，你会被它牵着走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 ？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那请各位开启那个范例档案里面哦，特别重要，范例档里面哦。一样上礼拜的范例档里面的开头是151的截取刮胡中字串，好，这个范例。